今天一株有四株，昨天跟大家报告是两株，我们今天又验出两株，是791、792、793、799，那这些都在集中检疫所，所以相对的安全。全部要到集中检疫所前，入跟英国有关入境的人有216人，那其中有查到有三个人，就是我们的787、791、799，那外加一个是原来的旧案，那个是在4月3号，那时候在进来的时候被确诊过，是阳性，那然后也住院期满，然后好了之后，然后再到国外去又再回来，所以等于是一个216人有这跟这个 COVID 阳性有关的，有3+1案，那当然其他这三案都到医院去。那另外我们在这里面在检疫阴性的有198人，阴性的198人，那所以另外还有7个待检，那7个在检验中，那看起来在前一波里面，这里面应该是需要被清查出来的，都已经清查出来了，那当然这个检验完毕会跟大家来报告。然后另外跟大家报告就是这病毒株病毒的一些相关的培养，那我们总共培养了总共采了31株来，那这里面有18株是非变异株，那变异株有4株，昨天跟大家报告是2株，我们今天又验出2株，是791、792、793、799，那这些都在集中检疫所，所以相对的安全。